总共104天的暑假又到来，离开学日子还很遥远。我们这一个时代每年都要面对如何用力痛快的玩耍。你可以造一艘火箭跟木乃伊决斗，或攀登埃菲尔铁塔，发掘从不存在的某样东西，或帮猴子洗热水澡，海边冲浪去发明来明机器，找科学怪人的大脑，在这里探寻古代神木，画一个新大陆，破恶整林老去抓狂。Oh my god！ 就是这样，直到开学之前有一大堆事好做。而且是现在，飞哥还有小佛全都不放过。要就是现在，飞哥还有小佛全都不放过。